挑战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老张请他吃顿饭，喝得少了他不干，他说阿们的家都是东北音，阿们的家生成高丽参，阿们的家猪肉都生姜，阿们的家都是活雷锋。老张开车去东北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跑了。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好了。老张请他吃顿饭，喝得少了他不干，他说阿们那个都是东北音，阿们那个生成高丽参，阿们那个猪肉都很香，阿们那个都是活雷锋。那个音他不是东北音，那个音他不是东北音。翠华上酸菜。表演得非常好， You're doing very well. 谢谢。你去过东北吗？ Yeah, I've been to Shenyang and Dalian twice. Twice? Yeah.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people of it? In fact, 我去过很多中国城市，我觉得北方人、南方人一样，都是好人。没错，中国人都是好人。对。So, why are you willing to learn Chinese? In fact, 我只学了六个星期。谢谢。You're a genius. 我不是，不是。我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们在利物浦 take me to KTV 唱歌。Tha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heard my very first Chinese songs. And Which then, song?天使的翅膀。Okay. 爱我别走。So besides singing, what do you learn? Oh, so they also taught me about like so many Chinese TV shows, 比如《甄嬛传》《西游记》。《甄嬛传》你知道？《甄嬛传》你都知道了。对。还有呢，《西游记》。《西游记》《武媚娘》。哦。I was. 臣妾做不到啊。That's great, amazing. This is my favorite one. 我和他学得很厉害哦，很快就掌握住这个最精华的部分了。虽然他只学了五六个，他其实很有模仿天分。对，非常有模仿天分。他是一个很具喜剧天分的演员，有点像这个英国的 Mr. Bean。对，对对对，真的吗？ And more handsome. Thank you. 谢谢谢谢。我刚刚听到你唱歌里面，你有做一些改编了。对 yeah, because actually I really hope that I can help to spread Chinese music in the West, and I, because I've discovered it myself, and you know, of course, it's nice to share things with your friends. So I changed the 伴奏. I also rewrite 中文歌 with 英文歌词. I really hope by through my music videos, I can sort of show new Chinese culture, like 甄嬛传. I dressed up as.Hua Fei, in one of those Hua Fei, in one of those episodes, and did some crazy thing like today. So Sean,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our show. It's a great performance. Thank you. 谢谢老师。拜拜。拜拜。拜拜。站在这里玩耍。
家。一捧衰草，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节，他一日那三餐我头现在买就只一口大碗茶。而且有这个很多的小拐弯，这个金韵大鼓的那种小腔儿甩的都特别好听。沙宝亮老师是北京人，你得点评一下。我觉得你看刚才最后还来个小云手，嗯，对，哎，很是那个味儿。如果再加上一个卧云儿，那就更好了。哎，北京人啊，说话哈，啊，这个儿化音呐，啊，很讲究，而且他搁的特别是地儿。然后刚才我跟那个亚维一直在聊，他说大碗茶，我刚刚说大碗茶，我说这儿化音搁错了地方，您是纯粹找茬。对，说这个意思就变了，大碗茶把这碗搁中间，这就是大碗茶。这个儿化音是个学问。对，搁在后边，大碗茶就是那个摔碎的碗茶。对，今天学到了一招，所以他刚才特别准确。明白，谢谢。这是当年李谷一老师唱的一首京歌，所以它有很多戏曲的成分。那你这个有没有学过一点中国的戏曲？学过说唱脸谱。我们听一下好吗？可以。蓝脸的多尔衮倒一马，红脸的光荣张成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啥？张。呵，也好。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太厉害了啊！在撒马尔罕市有一个中国门，它代表着中国跟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人民的友谊。我就希望我有一天去，中国门留自己的足迹。另外，我还有一个希望，我希望把我的父母带来中国，看中国多么伟大，多么繁荣。中国人多么热情！谢谢星星，谢谢。